恭喜恭喜，谢谢你了，谢谢张总。张总继续为我们揭晓今晚年度时尚偶像第二位获奖者，他是所以让我们把目光瞄向亚洲，年度时尚偶像是赵寅成。恭喜赵寅成，欢迎我们的新秀赵寅成。同时我们要有请出的这位是偶像派的经纪人陈寅成先生，出现在各大韩星在中国的舞台上。我现在年轻一代哈韩非常多，是经过老跟韩国的明星打交道，所以这是另外一个。第二，上最近好像刚刚那个李敏镐，不知道你们两个哪个在。不过我觉得他比李敏镐帅多了，谢谢。张总说完几乎就得跑走了。今天现场有好多的粉丝，你们的尖叫声呢？欢迎的啊！이동훈보다잘생긴건잘모르겠지만제가이동훈보다선배인건확실한것같습니다感谢大家。我不知道我比李敏镐帅，可是确定的是我比李敏镐前辈。2014년때멋진자리에초대해주셔서아주산뜻한출발이될것같습니다이렇게초대해주신소관계자여러분들너무나감사드리고요그리고이렇게올때마다이렇게환영해주시는이렇게팬여러분들께도다시한번감사하는말씀드리겠습니다고맙습니다邀请这个颁奖典礼是2014年很好的开始，很感谢搜狐 Fashion， 然后每次热烈欢迎的粉丝们很感谢。Yeah, thank you, 搜狐 Fashion。谢谢。Thank you， 真的再次感谢。其实从背后看他的整个身影啊，大长腿啊，我真的不禁感叹，张亮真的应该去拍戏。没错，有机会红到韩国。现在是大长腿的时代。去韩国领奖，台下也这么喊，大哥。好吧，好，我们要求组粉丝团一起去帮他加油。那请上场，我们继续揭晓我们今天第三位获奖人。好吧，我们目光那个。